我在广西南宁，我发现广西南宁啊，它的出租车都是不同的颜色。你看，这辆是红色，橘黄色，后边呢又是个深紫红色，在后边是个绿色，又是个紫红色，那里还是个黄色，然后这辆呢又是橘色，后边呢又是个黄色。虽然它颜色不同，但是呢它车下边呢全部是银白色，那下边全部是银白色。你看它这个下边全部是银白色。这个南宁这个出租车怎么各种颜色啊？啊，一个公司一个颜色啊。哦，一个公司一个颜色啊。哦，刚才问了一部的士司机，他讲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颜色，也确实是，像这个九州的、中路的，这边是安图的，确实是不同颜色。这边呢是红木棉的，啊，这个出租车，这边还有一个出租车，这又是一个出租车呢，是以大众的那个桑塔纳或者是捷达为主，少量的还是现代的那种老的伊兰特。然后这有一部的士，这个是北方的，这个颜色好像在长沙经常见，是现代的一款车。南京的街上呢车非常少，而且出租车也非常少。好，这又过来的士，这个颜色是这种颜色，深灰色，我还没见过。这又是一个深灰色的，现代的，是蓝色、黄色都有。前面那部的士呢，又是这种深紫色的。你看啊，它这个过街的人行横道，一个红绿灯，还带数字的倒计时的。好，那个人行道变绿灯了，我们走。这个出租车上面还贴了不少公益广告，然后上海大众的桑塔纳，新款桑塔纳。那公交车都在等我们，